接受不了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节操为你而掉，只为你那笑话。等一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龙东为你带来的这个战舰世界啊。刚才闪出来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啊，不要介意。哎，是因为这个它本身游戏还没有那个录制功能嘛，他们给我投稿都是用那个沙盒录的，然后它到了结尾会出 bug 会卡住，所以我直接用框选屏幕的方式来录了。这个地图是这个啊，大环礁，哎，制海权啊。啊依然是悠久的杀手哥啊，他跟杀手豪是两个人啊，杀手豪是个豪啊，啊他好不好那我还不知道啊，妈的，但是我发现我们群里面好多豪啊，他的杀手豪、飞机豪、妈的冥王土豪，对不对？还有自定义豪，哇靠，都是些神豪。有人说我将带头装逼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你看这有 bug， 它毕竟没有那个，它本身还没那个录像功能，它现在就变成了是看不到弹道了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个严重受损，屏幕右边的提示，你看可以知道有没有打中啊，它头上也会冒伤害的。故障已排除。那引擎严重受损，这个必须得修啊，不修要贵。这大量打 AP， 你真够狠，打得准的人可以这样干啊，打得准，妈的，搞两下装甲区他就妈都不认得了。哎呦，有人日边，哎，你小心那个飞机头你没。我操，又来一堆！啊，他在打那个奥马哈。呀，亚米爹转向啦！哈哈，还好，没有撞在一起。搞机搞到了就神作了。嗯，打这几下都没中吗？奥马哈那么神奇？好吧。来吧，干死你！哎，看不到弹道，感觉好诡异啊！妈的，幽灵船！好，那边被谁给鱼了一下？鱼的看起来多，但是并没有击中。啊，一直在这里画圈，不要靠得太近呀！小船来了。奥马哈又来浪。战舰这个游戏，因为它有它占了圈，它会持续加分啊，有这个机制的存在，想求全歼其实比坦克要更难。坦克你如果真的要往大后期打，那基本上很多时候能拖到时间到，但这个游戏很多都是属于，要么是实力差距太大提前被干完，要么是那种对方分数到以前，多半都是分数到以前啊，真的实力差距那么大，那不可能的。他服务器也会专门就匹配一些，就一个房间内他的这些玩家水平，他会控制的，不然玩鸡毛，对吧？哦，哎呀，打这个小船用的 HE 哦。好，但是没造成零件的损坏啊！你看他这种其实是最难的，就他竖着对你，然后左右拐，你这样很难预判，然后得要巡洋舰这种能够打左打右啊，炮弹比较多，管子比较多才方便。哎呀呀呀呀！啊！转向失灵啊！吓死爹了，我靠！故障已排除。从哪里过来的嘛？以为他要最大射程了。搞死你！
这双方实力很接近呢，都没搞出什么事儿。好，转开。哦，就是防止他过来是吗？好狡猾，妈的，又往那边打炮弹，逼他转向过来是吧？HE 啊，因为他战列线嘛。哎呦，那边对他丢雷了，狂洗甲板。啊，你看他马上就切炮弹了，啊，那边已经引发火灾了。一批焦作人，怕不怕？叫不叫爸爸？哦，哎，对面也撸炮了，没一了一个，嗯，他是不是要日山的那个天龙？啊，他减速了，减得很慢，吼吼，装甲去了，怂的一逼，妈的，我感觉他要出事了。你那么慢，这绝逼泡泡装甲区，这谁打不准嘛？操，人家还放飞机来干你！不要慌，就是干，干你妈都不认得。他速度起来了，难度有点大了，现在想打他。嗯，我平时玩战列舰比较多啊，看到这种感觉有点略不习惯。哦，爽，出装甲区了。伤害20000，但战列舰的话，你要是打得好，人家只要露个侧身给你，你一轮打10000都很正常。哎，双方打得好纠结啊。都没怎么死人，好撸死你！啊，飞机视野快没有了，赶紧多撸几发！啊，又爆装甲去了，妈个蛋！他心里面不爽的一逼，这搞个蛋！修，妈的不修要死！好漂亮，漂亮！我们摧毁一艘敌军巡洋舰，故障已排除，把古英搞死了。这一爆装甲区，妈的伤害高得很。当然不爆那就伤害也低得很。我靠，穿了！我感觉他要跪了。能不能这么看缘分了？好，妈的有缘分，缘分人，啊！呀呀！耶、yeah? ！妈的，看着飞机朝这个方向来，有点虚的。啊，还好小船灵活。妈的，这要是战列这样，那就贵了。
啊，刚刚他切那个，他不是要放御流，他是测他的速。那你对面打他永远都是少量伤害。好，干死他！哎呦，还看得到战列舰啊！那个最后用 HE 吧，果然他切了。啊，他切炮弹很快，看来应该学了那个换炮弹的技能。那样的话换炮弹快一点。鱼雷接近舰尾。什么？吓死爹了！啊，纽约就可能觉得他挠痒痒，不注意他。但是一旦他给你点火点多了，能用个两把火甚至三把火，你就觉得事情大了呀。所以说一开始只燃一把火的时候，你最好不要去修它，免得后面再给你燃火你没东西修了。一开始烧掉你一点血嘛，你战列舰本身血量也多，你后面大不了自己开个大宝剑加起来。好，直接烧死，漂亮。妈的，多少伤害了？我操，五万多伤害了！你大爷，报复社会呀、啊！这个在，一个狗，走位那么骚。好、啊，这个比较近。妈的，你给我屌！小心我爆你装甲区。你屌你嚣张，你试一下满身管子插死你。好，爆了一个装甲区了。哎，小船威力小，爆装甲区伤害也不是太高。你要说战列舰爆一下，我靠，妈的那就一两万伤害，非死即残，妈妈都不认得。哎呦，往前拉一点吧，他加速了。哎，自己也被撸了，要小心。好漂亮！妈的，又干死一个，六万多伤害。操！这小骚船，六六六六六啊！不过他不是小骚船啊，驱逐才是。但我觉得已经很骚了呀，这个。这又跑的嘛，你点火要点死他，点死他的，不停的点，不停的点，最好学了那个增加燃烧几率的技能，然后你会发现爽的一逼，对面会非常开心的，会对你破口大骂。哎呦，着火了，点着，再接着点。要转向，转向，转向，因为他看见对面撸了一炮，而且有可能撸他呀！这什么鬼？啊，你要投我是吧？迎面开来，哎，到底投哪个嘛？啊，已经投了吗？哼，打飞机小能手。但我们人数还是比对面少啊。哎，还好这个游戏妈的弹药是无限的，出去再结算。要是有限的照这样打，双方都弹尽粮绝，只有靠撞。那如果是那样，我相信那些什么驱逐这种都要藏一手雷，假装弹尽粮绝，你来嘛来嘛，老子跟你撞，你个贱人，然后刷一把雷。啊，还有几个单位，看看能不能把伤害堆上八万。我操，这要烧死了吧？他速度那么慢，哎呀，他
啊，你就不该出来，你出来再停船回去，妈你回得去吗？你这回不去的呀，哥。你必须在开阔领域，你全速驶出来，你有可能通过转向来躲避，但是你这种，妈的，这不是专业被洗吗？洗成狗了，对面还有几个？哎，那我估计上来肯定能上八万。现在在想对面在哪里，因为对面毕竟还有一个小驱逐啊，有点危险。哎，你要去哪里找嘛？我给你加一下速。对面航吗？还在？哦，我操！他只剩下2000多血了，相当的危险。好漂亮！敌军驱逐舰发现鱼雷了。哼，老子招不住了。我看那个新浪微博，重庆身边是真人信，实拍重庆一对情侣驾车走错路，男友不停争吵导致翻车。妈的，你们两个什么鬼嘛？你们俩是有多饥渴才搞到一起的？一对情侣开车到河川玩耍，走错路发生争执，抓扯导致车辆失控，撞上路边车辆，发生翻覆。重伤已被推回了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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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的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双方性格都有问题，双方都有错，妈的，就是全靠饥渴搞在一起，然后还要去吊打人家单身狗，啊！然而你不知道，你面前这只单身狗其实比你有钱多了，他的生活的精彩你根本想不到呀。嗯，妈的，有人渴，我喝口水。哎妈，干死你！烧死你 ！FF 团交错人，点火达人，纵火狂，耶耶！慌的一逼，点这边，点这边，妈的，这搞不好能输啊！这个慌！哎，但是我觉得航妈危险。那个绝壁是去鱼航妈的，好好还好还好，干死他了，但是我觉得航妈危险。左舷发现鱼雷，那你就停在那儿了呢。航妈看看能中几发吧。你危险的血量好多，哎，航妈没死，哎呀，航妈还有没有鱼雷机嘛？你过去鱼一把那个纽约，他就没了嘛。他都卡在那个位置啊，背后一座贝贝山，他要怎么办？哎，时间，我日了个鬼，个鬼呀、啊！快干死他！我操，好没接了。但是我们分数比他们多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是我们这边赢了啊。好。